他可能不理解我的意思。Yes, yes, OK, OK, good. 明白吗？哎，Yeah, OK。这是老挝美女啊。天亮了。啊，外面好大的雾啊！有雾啊，今天啊，乡里面啊，车等不到雾啊。半天了，没有一个动静了。大姐租个摩托车去，啊，这里有几台摩托车呀？嗯，我去弯。说这种老式的，这个叫自己脚换挡的，8万一天，啊，8万。哦，自动的就10万，这种脚踩的换挡的，8万一天啊。这种地方加油是吧？OK。这里啊，在这里面啊，你看是满的，好了，24小时的，现在是8点钟，明天的8点钟再还车，8万块啊！兄弟们呐、啊，这是这个路啊，嘎西唯一的两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酒吧，家算是最好的一家了，整个嘎西县最好的酒吧，竹笋。多少钱一斤，老板娘？1公斤3万。啊，1公斤3万。3万。啊，1公斤3万。啊，1万，那我这里有一万。在哪里啊？啊，这后面是卖菜卖肉的，辣椒、紫天椒、这辣椒，嗯，哦，还有蘑菇。这个你会说中文呐、啊？哼。早餐店。吃米粉的，带鱼的啊，什么？哦，鲫鱼、罗非鱼啊，这个糖丝，吃不惯，吃不惯罗非鱼啊。卖鸡的，多少钱一斤？公斤？1公斤是1万5。一公斤多少？11万5是吧？1万5。6万，OK，可以帮我切片吗？想帮我切片，老板娘说不切，要不要就不要，回去自己切吧。6万1公斤，相当于6万。这是什么瓜不清楚啊？这个好像花菜、萝卜。他们这里卖的香菜，哦，这都是个辣椒、柠檬、薄荷。芹菜不需要。瓜呀，应该能吃啊。买几个？是南瓜尖子还是什么东西尖子啊？哎，下火锅应该可以吧？没了，托带。18盘。怎么长得黑不溜秋的这个鸡蛋？嗯，很多都会讲一点点中文了、啊，算是嘎西最大的市场了。菜，一个就够，一个就够了，一个我吃火锅。来把去拆菜的刀啊，我那个小水果刀切不了了。咱们买点水果吃一下，兄弟们，瓜、橙子、苹果，1公斤，托带。4万5。兄弟们回去了，要交费吗？兄弟们车还在啊，生怕不在了。托带。OK， 扩载。2万，找了18000，停车收费2000。对了，兄弟们先回去了，目前又稳住了。菜、蘑菇、辣椒、牛肉、水果、鸡蛋、青菜。稳住了呀，兄弟们，稳住了。那个隔壁的大哥，啊，住在一起嘛。坐上，放你桌上。山东济宁的这个兄弟，他说今天要去万荣的，这里没有车，我看他要不要我送他去车站。Hello， 小摩托去逛一下。妈的呀，这个妹子 ，no time， 不能紧是不是？啊，不可以。OK， 这车。你的牛子给我喝啊，兄弟，这里破费了。那不是这种，你是路上遇到一个老乡拦车，是吧？要给我10令，我不收啊，因为在异国他乡遇到同胞，也是种缘分，兄弟们啊，我把他送到那个酒店了。啊，这里一个公路，那一个民歌饭店，这也是个比较大的市场，兄弟们，下去一个大的市场，很大的。
这一条街稍微繁华一点啊。这大西香香饭店应该是中国人开的。那好久啊，找到一个剪头发的了。三百定义，剪头发。OK， yeah。这两边，剪 ，yeah yeah yeah。Yeah yeah。哎 ，OK， good， 非常不错。有个伤痕的，你来，你好。Very good。气爽啊，兄弟们。表妹手法可以，相当的到位 ，Very good。哎，脚。那表妹跟我洗了个头发，又按摩，才四万，哇！那表妹值得上五万，配五万 ，OK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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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OK OK。Yeah yeah yeah， 果仔。通通快递啊。那个什么重庆牛肉炒面，相当的神清气爽，又是剪呐、啊，又是按摩呀、啊，又是洗面脸呐、啊，才四万，表面有酒窝，给他五万，问题不大。好像是汽车站啊，到万荣的，在这里坐车好像。看一下、啊、兄弟们，你看这里，这地方是车站来的，路口这里啊，这个十三号公路这里，啊几个棚子。那次估计也是坐车的，合肥这里，啊，这车站，啊，这就是车站，到万荣的，可以在这里坐车了。这个车站，啊，到万荣的，啊，这是嘎西县的车站，进一个庙还是什么啊？我不知道是干嘛的里面啊。